人辛勤耕种，菲律宾人的主食也是稻米。但近年受到全球气候变迁影响，菲律宾每年平均被20个台风侵袭，加上干旱，农民靠天吃饭，面临极大风险。科学家试图提出解方，培养皿中各种稻米进行测试。菲律宾国际稻米研究所运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，选择出更能适应环境的稻米品种。With climate change, with increased abiotic and biotic stresses, with a reduced amount of water available, we need better genetics to be able to provide stable yields. 品种改良对菲律宾来说有多迫切？以菲律宾产的稻米和玉米来说，2019年因为干旱而造成的损失金额高达2360万美元，2022年因为水患而导致的损失也有67万美元，其中水稻的损失就占了45万美元。透过生物学上的分子标志辅助选择，试图挑选出产量较高、比较快熟、加上抗旱、不怕淹水，或是比较能够抗寒的稻米品种。May pag-asa kahit walang patubig. Mayroon kang inaasa na kahit kaunting bagay hamug-hamug lang Matuloy-tuloy ang buhay niya. Ayon sa ano talaga. Napakahirap pang ano rito. Misan, gaya dyan, hindi namin nagawa sa kabila. Sayang nga, hindi nataliman dahil walang tubig. 目前已经培养出来的抗旱稻米品种，不只由菲律宾农民试种，也提供给印度和尼泊尔农民。而抗盐分、不怕淹水的品种则还在培育中。同样用现代科学改良的农产品，还有啤酒花。顾客在餐厅里悠闲小酌，杯里的啤酒来自于旁边的玻璃屋。这可不是观赏用植栽，而是啤酒花。We grow hops indoors. This beautiful cones.Are used to give beer its distinct aroma and bitterness, and it's unfortunately under severe climate change outside. 一般来说，适合啤酒花生长的环境大多在南北纬35度到55度之间，温度则在14到25度，需要低温、长日照、排水良好。但因为全球暖化、干旱频传，加上病虫害，全球的啤酒花产量和品质都在下降。2022年，几个产啤酒花的大国，美国的产量下降12%，德国产量下降21%，捷克则下降了超过40%。西班牙一家企业尝试以水耕的方式搭配 LED 光照，在室内种植啤酒花，同时也减少用水。Hacer la primera cerveza con lúpulo hidropónico indoor cultivado enteramente en Madrid。如此一来，啤酒花不仅产量可以更稳定，也不必再仰赖特定国家提供原料，也减少了运送啤酒花所制造的碳足迹。气候变迁带来粮食危机，除了得更重视全球暖化，也透过科学试图找出解方。华社新闻抓起江玉文专题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社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